Living in Christ's Church, Session 10. 教会论与教会生活第十讲。我们上一讲讲到，当上帝再来立约，更新他的约，立新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荣耀的一幅的图画。To the spared remnant of the new Israel, God seals all the glories of his covenant promises. 上帝会向新的以色列，也就是这些存留的余民呢，上帝会刻印他所有的约里的应许的诸般的荣耀 seals 啊，上帝会把他的应许印在以色列的这个新的以色列的身上。我们读过的经文是弥迦书五章七到九节，以赛亚书四章第二节。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一节 The glory of the Lord will return from the east. 上帝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会从东方归回 and fill the new temple. 会充满新的圣殿。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上帝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另外是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第三十五节，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These great promises are repeated to the feeble remnant that returns from captivity. 对这些从被掳归回的，这些脆弱的渔民，上帝重复这些伟大的应许。They are the heirs of the blessing upon the remnant. 这些就是要给渔民的，剩下的渔民的福分的后世们，这些从被掳归回的，他们是后世要承受这些的福分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一到第十五节，但如今我带着剩余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这些从被掳归回的就是这种的福分的承受者，他们是后世。 Yet the fullness of the blessing remains in the future， 但是完整的福分的全部还是未来。 God's promises far exceed the restoration under Ezra and Nehemiah. 上帝的应许远远超过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领导之下的复原。 Indeed, they surpass all imagining. 诚然，他们是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God will do great things.上帝必行大事 ，things inaccessible to our thoughts and minds，
是超乎我们的心思，超乎我们的意料到。有好几段的经文，第一段是耶利米书33:3，上帝要行超乎人心思意念的事情。耶利米书33:3，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请各位注意，不要随便用这些经文来套在我们祷告的事项上，这个是有它的救赎历史的意义的。哥林多前书2:9，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同样的，不要随便套在我们的思祷的个人的思想，这个都有它的救赎历史的意义。以赛亚书64:4，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以赛亚书65:17，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 God will make not only Israel new， 上帝不单单使以色列成为新的以色列。 He will make all things new， 上帝要使万物都成为新的。 New heavens and a new earth， 新的天和新的地。以赛亚书65:17。 The language of the prophet speak in terms of restoration， 先知们所用的词是讲到恢复复原的 restoration。 But the restoration will be so unimaginably great， 但这个复原这个恢复是伟大到不可想象， that it becomes total renewal， 这个复原简直是一个完全的更新，就是使万物成为新的。 Not only will the remnant of Israel be restored， 不单单是以色列的余民会恢复会复原， The remnant of the nations will also be restored from their captivity， 连外邦诸国的余民也要从他们的被掳复原 restored。 经文耶利米书48:47，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亚人归回。摩亚说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49:6，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6:6-8，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归并他们。以赛亚书66:18-21，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万族原文作舌头的舌，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或者记号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邦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脚或骑驴子
其毒蜂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 Every wash pot in Jerusalem will become like a temple chalice。 耶路撒冷城里每一个一个盆子呢，洗涤的盆子都成为圣殿里洗涤的盆。 A holy vessel to the Lord， 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器皿。 The inscription from the golden plate in the turban of the high priest， holiness to the Lord will be on the bridles of the horses。 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第五段 God's coming， 上帝的来临。 How is such surpassing glory possible？ 这种超乎任何荣耀的荣耀是怎么可能的呢？ How can God so utterly overfulfill all his promises？上帝怎么可能成全他所有的应许，而还做更大的，比成全更大的事呢？ Overfulfill. The answer is given by Zechariah. 撒迦利亚提供了答案。In the day when the humblest citizen of Jerusalem will be like King David. 到了那日，当耶路撒冷最微小的百姓都如大卫王一般，那么的荣耀。Then who would the king be like? 那王会像谁呢？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和华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而大卫的家必如上帝，如行在他们面前的耶和华的使者。王就好像在他们面前的耶和华的使者。 As the angel of the Lord before them。Because God's promises are so great， 因为上帝的应许是那么的大。 And the achievement so impossible， 因为要成就上帝所应许的是那么的不可能。 Only God can fulfill them， 只有上帝才能使这些事情实现。 God himself must come， 一定是上帝亲自来。 To be the savior of his people，上帝才能做他的百姓的救主。 He will be their shepherd， 他要做他们的牧人。 And will gather his sheep， 上帝亲自来召聚他的羊群。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这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凭公公义的公牧养他们。 He will come as a divine warrior to deliver his people。 上帝不单单是一个牧羊人来到他的百姓中间，他要以一位神圣的战士而来，来搭救他的子民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十六到十七节，
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成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盔甲，或者说为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以报复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上帝是牧羊人，上帝是元帅战士。 God will spread his feast in his holy mountain， 上帝要在他的圣山上摆设筵席。 And his worshippers will stream in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敬拜上帝的人要从地极的各处流到他的圣山上。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But is the message that God is coming good news? 上帝将要来，这个信息真的是好消息吗？ What of the awesome holiness of the Lord?那么上帝这个大而可畏的圣洁又如何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 Malachi 3:2， 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脸，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 If God comes to deliver through judgment， 假如上帝来是透过审判来搭救的话， Who can escape his judgment？ 谁能逃脱他的审判呢？ Must not his coming bring doom even to his chosen？ 上帝来的时候甚至他的选民，上帝岂不是要带来灭亡吗？ God promises to overcome not only the enemies of the people， 上帝的应许是他不但要胜过他的子民的敌人， but also their sins， 还要胜过克服他们的罪的。弥迦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但是上帝如何将以色列的人的罪投入深海，而不撇弃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呢？第六段，上帝所拣选的仆人， God's elect servant. To this question, the Old Testament gives an astonishing answer. 对于这个问题，旧约提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Not only will God come to save his elect，上帝不单单要来拯救他的选民， God's servant will come to be the savior， 上帝的仆人要来要做他们的救主。 The chosen people will be delivered by the chosen servant， 选民必被选仆拯救。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The whole Old Testament prepares us for this， 整本旧约圣经就是预备我们来迎接这位仆人。 The Lord's servant is the descendant of the woman， Genesis 3:15， 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The second Adam， 第二亚当， tempted but without sin， 受试探但是没有罪。 He is a true seed of Abraham， 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 Genesis 22:18，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八节。 The beloved son， 那位
蒙爱的儿子 ，the true Isaac whom the Lord provides， 就是真以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那一位。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 ，He is the prophet like unto Moses， 他就是一位先知，好像摩西一样。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 ，A royal priest like Melchizedek。一位君王的祭司，好像麦基洗德一样。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 ，He is David's greater son， 他是大卫的，比大卫更大的子孙 ，the heir to an eternal throne。他必要来承受永远的宝座。那这一段呢，就是说上帝的仆人弥赛亚呢，就是在亚当时期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他是第二亚当，但是没有罪，是亚伯拉罕时期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所预表的耶和华所预备的真以撒。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先知、祭司、君王，这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是好像麦基洗德这样子的等次的祭司，是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God's covenant has two sides. 上帝的约有两方面 ,that of God himself, 上帝自己那一方 ,and that of his people, 和上帝百姓的第二方。For the new covenant to be established, 新的约若要设立的话 ,God himself must come to establish it. 上帝自己必须要来建立来设立这个新约。But the covenant must also be fulfilled from the side of the people.那一方面是上帝那边，上帝要来设立，但是这个约呢，也必须从百姓这一方来实现，来 fulfill， 来成全。Israel failed in this， 以色列在这方面失败了 ，repeatedly， 不断的失败 ，and miserably， 惨败。God will raise up His true servant， 上帝会兴起他。真的仆人，或者说真的以色列，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耶稣基督是真以色列，真的神的仆人。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还有罗马书第十五章八到九节。